吧，我先回去。回去，让我过去不晚。快给泰克打电话。你好，这里是张宇阁。玩一会儿吗？你们选哪一个呀？我吗？来，你先等一下，我们先说完生日祝福，然后再选择啊。来，谁有生日祝福？我有。好，快，云姐。嗯，我要。难得我们这组有人有客人了。我祝那个艾迪维宋三东的小朋友生日快乐，谢谢。祝艾迪维春卷的大朋友生日快乐！快乐，谢谢。他比你火，没了，凉。可以吗？还有有没有生日祝福？还有生日祝福吗？吗？嗯，祝明年的孔小云生日快乐。耶！好冷啊，拜拜。啊，不玩一会儿吗？感觉今天这个 MC 题就冲孔阳赢，我就想选四了。四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你们都有什么不良的示范吗？没有。你们知道别人有什么不良的示范吗？开车。不知道。好，那这个 MC 过，选下一个 MC。其实我们刚才在后台的时候看到老戴在劈了个叉，觉得他很拼，然后我们在后台的时候大家都很想劈这个叉，所以还是得选一个，还是得选，所以我们就还是第二个 MC。 嗯，第二个 MC。 好，刚刚小双不要害怕，我们这一边都是舞蹈科班出身的。小双你可以一个青蛙趴啊，青蛙趴我也会。来，一个一个来，嗯，从最左边开始，从潘越琪开始。你们要看哪种叉？不一定要比叉的。刚才他说他今天要释放自己了。元旦来，哎呀，看着好疼啊，看着疼。小双啊，加油啊！你们都行啊，这个吕一也可以啊，吕一也可以啊，可以。来，到中间来。等一下，你们下下叉的那些就往那儿坐着，别动了。你们不要这样。小双上，作为一个前辈，小双小双，着急了，小双。等一下，前辈来，前辈，我先让丹妮来，不是，我得最后一个，因为我坚持不了那么久。你们为什么都是这样？快，热身一下吧，快，丹妮。好了，雨姐上。我不行，我老虎老妖。雨振，你行吗？我只能下到。刘雨真都可以，差不多。哎呀妈呀！哎，你往那边点。抽筋了，他疼死。哎，前辈，他憋了一口气下去的，都白了一口气，坚持住。来，必须不能丢这个，今天下去了，明天爬不起来了。都坚持住啊！哎，你往那边点。哎呦我的妈呀！然后来，下面谁？云姐，云姐，老胳膊老腰，快来！就保持这个姿势，往那边挪一点。对，你们往那边挪。哎，对，我们这几个大个位子需要大一点。好了，来，下一个，云姐，很害怕，我也不行。
哎，你可以。云姐，就你这腿劈下来，那个腿别白长啊。等会儿你下去。小声。输了谁先来？好，来我们三个劈，谁输了谁先来。快快快快快！一会儿人那边这三个谁都比不比谁好。快快快快快！进。小川，你别这样，你再这样我压了。小川，我也紧张了都。你们快点，最后一个人。快点的，快点的，最后一个人还要下腰。是黑白配还是？最后一个下腰。快要给我换一个石头剪刀布，最后一个下腰，最后两个人石头剪刀布，你输的那个人，快快快快快，猜，猜，小壮就你下，输的呀，你输了，快点，他也不啊，我们是黑白配，第二轮才是石头剪刀布，下吧，下。需不需要我的帮助？对，我觉得我需要帮帮你，需要帮忙吗？需要我帮你一下吗？哎，工作人员，大了，工作人员先劈下去，我们就劈。工作人员先打个120，先打个120，防着。120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哎，等一下，等工作人员一下下去了。哎呀，好痛、啊！小川，你笑。孔队加油！哎，不对，你这人很差。加油！你这样不行的，真的可以差一点。哎，别就伤了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能这样，别等一下下首歌上不了了，姐。对，姐，别，我害怕，姐。我能感觉到颤抖的身体，我可以。哇哇哇哇！孔队的后面有无数条腿，等一下你测一下，你测过来。把侧过来，我可以借一条腿给你。好了。但你很敬业，那个腿让我帮你撤着腿的。你们好。我们输了，小老婆。快，撑不住了，小老师。赢的输的。输的，这种事情只能输。好，输谁最危险？那过会儿要进医院的，现在。最后一个下腰，小双。我先做个热身，我怕我真的受伤。上吧。跟你说下不去还是下不去的。简言加油。我的热身就有点抽筋了，怎么办？等。哎呦呦呦呦呦！不，这不能乱搞，这乱搞真的不行的，真的呀，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，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。小千发型毁了，你是偶像，我现在腿软，让我跪一会儿好吗？小千发型毁了，小双快看一下，怎么样？小双，记得劈完叉之后还要下腰，知道吗？最后一个是要下腰。我不知道我身体有多老，他腰不行，不好，腰不翻个跟头就啥都。那你就空翻吧，托马斯回旋行吗？我跟你说，下腰有两种，第一种，还有一种。我给你想一个特别棒的，只要你能完成得了就可以了。我们在后面全部扎马步，然后你从后面，哎，这样翻起来，然后三个人那种金字塔那种，一个这样助跑，砰的一翻，然后砰，然后踩在前面两个人。前面完蛋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要干嘛呀？劈腿，劈腿是什么玩意？我跟你们讲。一样，我真的，我只能到这里下来、哎、你下去没关系，我可以帮你。你腿是只能到这儿。等一下，你要说遗言啊？哎，公司给你报销啊！等一下，
我服你，我在服你。不，你要想到刚刚大 M C 的话题就是2016的遗憾，接下去就是遗憾了。真的不行，不要勉强，把他嘴给堵上。下下下下，小让别抖。前辈前辈，我不小让小让，你要这一次牺牲了就是工伤。你们喷我，我好痒。前辈，你是要下叉了吗？我告诉我，别说话，我不是吓人的，不要说话。有的人，不要他下了之后就有淤青了。我服你。走。小让，小哈，小让，来吧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小畅合不上了。小夏行不行？以后我要跟叫你奶奶吧，小张。那个姿势像什么？哎呦，我靠，病都病不起来了。小张，你看我的手，就是指小张这一下，指的红。哎呦，小张这太重了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欣赏下一首歌曲了。下一首歌还都还行吗？能跳吗？小英还可以吗？你应该觉得你自己行吗？我现在缓过来了，这个筋还是可以拉一下。就跳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抖吧。再下一个，这样合适吗？别，好了好了，就到这里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欣赏下一首歌《纽约梦》。耶、yeah. ！